错，我被一个视频给诈骗了。刚刚烤了一个抹茶牛角千层面包啊，这个层次还可以吧？这千层面包好像哪里不对劲啊！买了抹茶牛角千层面包，你们猜这一个吃就花了多少银子？最近经常刷到健身博主分享的减脂餐，看着是真没食欲啊！所以师兄奉劝大家，运动之余也要对自己好一点。偶尔吃上这么一顿抹茶牛角千层面包，犒劳下自己，咱就当起点餐吃好不好？今天这个就不给大家展示配料表了，大家猜一下它的配料里都有什么？猜对了加一口空气。肯定有粉丝想问我这个牛角千层怎么是个圆的，不是牛角的形状？这个是我专门挑的最大个头的，给大家称一下，吃一个千层面包就有1135.8克。大家觉得这一个能吃饱吗？切开看一下，里面的层次可以啊，不仅层次多，颜色都是渐变的。这个面包做起来一定很麻烦吧？看评论里，好多人质疑的面包是假的，这面包难道还有假的吗？接下来，师兄就替大家尝尝的面包到底是真是假。大家如果喜欢这种整锅测评的，可以点关注点个赞，师兄以后多按点脸，师兄撤东西必须得服，不动尝尝，浅尝一下。这面包嚼起来怎么有股脆脆的口感？这吃起来怎么还有点水水的感觉，还有点淡淡的甜味儿？炸的还不错呢，里面的菜叶，里面的黄油很嫩啊，好吃。综合评价。